拿着我忘了是哪本书了，《千年之约》还是《疗愈权利》，去他们新加坡的庙堂，在那边发，晚上发着发着发着，发到一个老太婆，老太太，据说很老，老太太跟他讲说，这里的人心不诚啊，你不要浪费了，你把书给我，我帮你发。结果他看一看，哦，就给他多少本，就老太太就走了，不见。就他回来做心法的时候，在心法里面看到这个老太太是谁？观世音菩萨。所以我说啊，现在是大家一起来，大家一起来，人也来，神也来，菩萨也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好事，一起推广吧。所以我们那个新加坡的学员眼泪就飙出来了，原来做好事，观世音菩萨都在旁边看，就大家一起来嘛。你那么努力在发，发给那些看看丢垃圾桶去的没有用，所以菩萨出来说：“那拿给我吧，我帮你发。”这样，这边我想到这件事。所以超级生法系统是度有缘人 only。不是叫做什么度有缘人哦，没有缘的我们也不祈求，有缘的信什么得永生呢？信什么就立刻解决你生活中的诸多议题吧，对不对？就怕你不信，信一半或信的不到位，半吊子，那就没办法，你就咬着牙信到结果发生，告诉自己这条路是对的，那就是我们精神的路，对不对？